那其实就算在同一个公司，不同的作业现场其实也有不同的作业的音量。然后像这边呢，看起来也蛮空旷的，这是一个铁片跟铁皮金属加工有关的工厂。那就算这边很空旷，看起来没什么机台，他们这些劳工只是在这个作业现场同一个现场内工作，我们音背机测下去基本上就是85分贝哦，所以其实在作业现场非常的嘈杂。那像这种这么密闭的空间，机台这么嘈杂，后面这边有数字比较不清楚，他们写92分贝，他就直接在上面贴了一个告示，告诉大家说现场就是有92分贝这么吵，到了这个地方就是要干嘛，就是要带防护具。所以因为作业现场很多很嘈杂，所以公司呢